有一位太太，那我看到他的名字是先生呢，那怎么接的是太太接的电话？结果他就告诉我说，这个是我先生。那我就问他说，啊，先生有没有看书了？因为我在电脑后担心这本书到你家，你有没有去好好的去运用它，或者是把它供在那边完全没动这样子？因为我跟他讲说，这是天地赐下来的书，真的要好好运用。结果他就跟我聊，那哎，导播真的也很用心。那我就问他说，那你826有没有要来参加？他说有，我们一家子十几个人连。亲家公、亲家母、女婿、女儿，通通都到位。哦，我说好棒哦，怎么这么好？对，一定要老继续下去。结果你知道吗？那我说，哎，那你他说亲家公、亲家母本来是不要的哦，因为他的荔枝，因为他的荔枝在种的时候，他女儿有跟他婆婆讲，他每次去荔枝园就会带那个这个蛋蛋鸡去。就废话，那个感恩是自己要打自己的歌。那可是他有一个七块的荔枝，很奇怪，就绿绿的。可是已经可以吃了，他就是绿绿的，但是卖相不好啊。他那个这个亲家母啊，我在学的这个亲家母跟女儿两个联手，我们来做心法，我们用太阳光去照那个荔枝，两边哦。他的亲家母说：“啊，昏倒哎，红那个奶气红啊呢，红啊就贵了呢。”因为他有请你的时候，你去看位置在哪里。那我们来做心法来照射他。所以说，华莲，你的热不代表不存在哦，真的。所以后来他的荔枝在卖的时候卖相很好，而且生意很好。他的亲家公跟亲家母拔到手酸了。对，他生意，而且他在那个摊位上面哦，也放感恩四季酒，所以聪明。他说他们家真的，所以他的亲家公、亲家母这次就来了，826他就来了，来到现场，所以他们家带了十几个人，因为他说这是他们的家族旅游，当成家族旅游，所以未来会一家族一家族的出来啊，不再是我们单独个人的出现哦，真的是很棒哎。